谢谢我们的幼师团的精彩的表演，小胖。各位刚才所看到的是柔佛潮州八会馆幼师团精彩的表演。现在我身旁的呢是一些主要的幼师团的演员，他们的平均年龄呢都是在5岁到13岁之间。那么今天呢？ 负责舞狮尾的是我身边的一个小朋友，他今年才12岁。大家好，我是蔡杰成，我今天12岁，我是潮州八会幼师团的狮尾，今天很荣幸可以代表狮团来表演这个马超联会给汕头的乡亲，还有全国全马的乡亲看。潮州幼师团。